很多人之前都可能都会被政府洗脑，觉得哦核电安全啊，然后政府会跟你说哦一些先进国家法国啊日本他们都很依赖核能，然后连日本人他们也很相信他们政府说哦核电干净很安全很省钱，就是因为他们太 TT 了，就是之前车诺比发生那样的事情还是没有给世人警惕，所以才会又发生了福岛核灾，就是因为核能真的是很 TT 的东西。有人就说你不要不信邪哦，你越 TT 你越容易丢掉贵，核能就是这样的东西，它是非常的邪门。然后我去年有去兰屿，好，兰屿那边的人就说他们很多人也在抱怨那个核电，台电都说兰屿我们有给他们很多回馈，因为我们把核废料埋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兰屿人可能用电比较便宜等等。但是兰屿那边人都说那个政府用的半普，觉得那些利益可能都只有兰屿的一些高官哦，一些高层拿得到，人民根本就享受不到。然后他们称核废料为阿尼斗，什么叫阿尼斗？阿尼斗在达悟族语就是邪灵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就取了核邪这个名字，要告诉大家核能真的是很邪门。绝对绝对不要去尝试这个东西，然后好把那个旗子等一下可以拿起来挥大力一点，和谐。好像这个废料来诛杀我们来源的居民。
玲珑色，阮袂甲因阁予你拖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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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玲珑色。和谐收录在不合作专辑。